哦，我是建国八村，我这个照片上都有。我们是重点眷村吧？就是有学校啊，有戏院啊，有毛衣厂、制冰厂，还有那个医疗所，都集中在我们这个村子里面。有医务队也去看了，我们几个护士，我们都有回去一起回去看。南区也拆了，北区也拆了嘛，北区都拆得差不多了吧，都拆得差不多了。蛮怀念那个时候的生活，我们的义诊就是去到大园乡各乡去义诊，我们是到一些比较偏远的村子里面去义诊。那时候没有什么戏院，都跑来看。后来别人又讲嘛，说我们那里是那个大园的西门町，建华村，到后来先变成大海村了。我到那边时候，其实建国十村已经搬走了，国际机场的关系，所以那个地被征购了。十村的人，他们就分两部分，一部分就到果林，一部分就到阳明公园那边。机场那个修飞机的很辛苦，4点多就来，啊，好吵哦！学校呢，放一些爱国歌曲啊、艺术歌曲啊、军歌啊，这喇叭对我们，放给我们听。你知道，我们都在讲，哎，你要放应该是对着校园才对，还不是对着我们放。我们那时候北区、南区都送过来，爸爸就在基地上班，他不有军车接送吗？他就顺便把小孩子送过来，他两排木头椅子坐满，然后其他人站的，对陈刚很有感情，因为家已经拆了，可学校还在，以前可以回去走走看看啊。寒暑假我们就都没什么感觉，这个门开了，我们跑去散步啊，跑去玩啊，或者是怎么样，现在就真的都没有。以前我们家没有，哎，学校还在啊，就在我们家隔壁啊。是有点不舍啦，可是也很无奈，因为旧房子住了60年，都漏水。小的时候休闲娱乐多了，热闹嘛。因为我们家旁边就在水井，眷村的那个旺地啊，就是在水井旁边，人来打水啊，或者玩啊，都在那边，就在我们家附近。最主要以前眷村的话哦，那是过去了吧？就说你怀念的话啊，我们每一个阶段，对不对？我们都经历过了。